我最喜欢搬这小斧子了，不费劲儿。快点快点。那边压车，那边也搬，那边压车嘛，那边一拐。那这个我要来搬了，我们聊啥闲着，我来搬了。没得关系吗？没有。咦，这真可呀！你看，上了上油了。不上油可把土的问题。这是硬人家要求过来搬空塔子。慢点，这边得给他搬满呀。他从那儿搬，搬完线了。这一会儿都被你干的土土噜噜的。那我得看看。还不少嘞。我那会搬满就可以了，也不知道还这一坨再弄一坨不。我最后头我得他不长庄稼的时候一看来少华只想给他搬个剩个蛋光子了。他把狗吐出来。你这人也太实在了吧！妈，这真给人家搬个剩个蛋光子。他底下长庄稼嘞。嗯。开始，别走嘞。开始。老板批人嘞。是经上级领导。批准，再搬满，再搬满没事，给他，他这一个叶子不太剩了，给他弄。那在线上有个人给他弄掉，不要那啥，活得给他做好，是不是？这负担，一个叶子不能留。这个做也没用，成本太。他爹都吃嘛了，我这油菜啊。好。你把那一个给弄掉哎。哎呀，他一弄掉，天一晒就掉了。你羡慕你看到不？好。这又弄了第二车，装满了。这活干的漂亮不？漂亮。可以当个弹弓子搁那玩了。一口布够完，这还拉一车。哎呀，这是俺村的，他这副当我下边庄稼生产，所以给我说，给俺妈说的，把这副全部够干净，有下边好长芝麻。走了没有？哎，你把他那有拉桶布也借他拉桶布，一会儿有吗？那大队部那北边的。你走那边过看，我走那过看吧。小刘车压上坐。嗯，主管你拿着。搬进大车。我就搁那了，你看。